你好，我是贺龙，我是一名手语饶舌歌手。随着大嘻哈时代的播出，饶舌歌曲成为了台湾的主流音乐，各种曲风遍地开花。嘻哈精神不分语言，而我们厂牌特色就是手语饶舌。当华语、英语、台语都听腻了，手语就是现在最 new school 的流派。手语饶舌是最适合底层兄弟的，因为我们不用花钱去录音室，租舞蹈教室便宜多了。5、6、7、8 ，OK， 兄弟们 ，trap 起来。我今天一开始曲风最好选 trap， 因为副歌很常重复，手语比较好记。手语饶舌是很深奥的学问，表情、肢体，甚至下半身的 grooving 都包含在其中。遇到 beat 太快，有人会说我们在乱打手语，但这就叫做手语的 mumble rap。手语饶舌绝对是嘻哈界的未来，因为不管在哪边，阿卡佩拉都不会吵到人。我是贺龙。我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，同时也是一名手语饶舌歌手。好，我们一起比一次你啊，张你啊，张你啊，张很好，大家都比得很好。